凌空市的流浪体已经不够你打，都关心起海外的流浪体了。你好不容易进入 N109 区，应该不是只想转播新闻吧？我应该准备几颗子弹给泄露我行踪的人？我猜应该是两颗吧。看来我需要的不是两颗子弹，而是两把锁。我拒绝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你讲笑话的功力见长了。我是去谈生意。这把枪是我要扔掉的。我的生意和普通人想象中的生意不一样，带一个无法适应我生活的人出门，就像带一把不顺手的枪，只会是个累赘。这么有决心？哼，不走吗？不是要走进我的生活吗？这样就不适应了。距离出发还有三天，如果你跟得上我的节奏，这趟航班就会有你的位置。你的主动积极可以留到之后。上车。这就是我的日常。难道人只有一个住所？我不是。何止三窟？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一只就够了。你倒是很自来熟啊。你会拳击？一个人打沙袋多无聊。放轻松，我们又不是真的要打拳击赛。这倒是提醒我，
你的表现的确应该关系到能不能上飞机。那就拭目以待。经常练习拳击可以提高人的反应速度，刚好适合天天和流浪体战斗的猎人小姐。是你的重心太靠前，还有你的手肘收得不够紧，这也会影响出拳的效果。看着镜子，重心保持在身体中心的位置，出拳的时候顺着力道将肩膀往前送，像这样，手肘角度超过90度的时候向内旋转手臂，不要刻意，让拳头自然地打出旋转。哼，头怎么越来越低？你是打算对小孩子下手吗？抬头看镜子，只会进攻的敌人，破绽也往往出现在发起进攻的瞬间。学会抓住机会，实战时只抓住一次机会还不够，是真的看清楚了，还是下意识在挥拳？你的战斗直觉倒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反应速度还可以，再试试你的力道。是在帮我擦手吗？还以为你打我会更起劲，下次出手也记得用全力。格斗没什么诀窍，快很准，已经够你撂倒很多人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能练出多少。这么快就学以致用了，哼，身手不错，不过，哼，越接近胜利，越不能放松警惕。哼，不得不说你很有天赋，我当老师，那取决于教的是谁。衣服放在门口，你自己拿。同样的衣服再买一套有什么难的？如果不能预想到一件事发生之后的各种可能性，我也到不了现在。秦先生，今天准备的主菜有龙虾、鲑鱼、牛排，不知道您和客人想用哪一种？
你想吃什么？有什么甜点吗？有红酒冰淇淋、香草乳酪布丁、杏仁蛋糕配葡萄柚冰沙。那就每个都上一份。听起来像是仓鼠的进食频率。仓鼠虽然吃个不停，但进食的样子总是一模一样。你不同，你吃不同的食物，表情不一样。这也是我的日常。猎人小姐的观察力也不错。那样会得盲肠炎。是收藏的古董。哼，只是刚好喜欢的东西都买得到而已。你觉得无聊的话，下面那层有很多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。那你应该还有很多块拼图要搜集。当猎人还要会望闻问切。你这样低着头一个小时，就知道原因了。老大，科维那边打电话来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打牌。他还真是心急啊。你应该能想象到这不是正常的打牌吧。你还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。希望等一下我不会看到你后悔的样子。叫他再留一个位置。是，老大。秦先生不是一向只身前来吗？这一次怎么带人一起了？凡事总有例外。秦先生，最后一轮下注，你差不多可以做决定了吧？如果我还想加注呢？秦先生，打牌讲究的是见好就收。我一向喜欢孤注一掷。All in。
这位小姐呢？现在弃牌还来得及。作为新手，你的胆子还不小。秦先生带来的人好像不太懂规矩。他没有违反任何打牌的规矩吧？倒是你，柯先生，要是再不做决定，还是换个人来打吧。跟。精彩。愿赌服输，这是牌局的规矩，对吧，柯先生？秦彻，你带一个小女生来搅局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忘了说，这位小姐可不是普通的小女生。打牌而已，输赢都是小事，两位不必当真。打牌是小事，不过我倒觉得不虚此行。谁说走出了大厦就安全？十点钟方向、六点钟方向、三点钟方向都有柯维的盯梢，啊，还有天台的狙击手，两边都有。这么多人躲在暗处和你一起迎接新的一天，感觉如何？哼，你饿了吗？看你在牌局上的状态，这应该是小意思吧。哼，好眼力。但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我，毕竟刚才在竞价中胜出的人是你。一种新型武器。刚才你出拳的速度和气势，并没有把在场的那些人放在眼里。只练了一次就能灵活运用，你在猎人学校的时候应该很受老师欢迎吧？你的目的都写在脸上，不用说也知道。老板，有鱼干吗？鱼干？没有，不过有尾鱼罐头。都给我。他们应该会希望下辈子转身为动物，就不用再和我为敌。没有喜欢或不喜欢，他们对我来说是无害的生命。力量上的悬殊并不代表高人一等。
尤其是跟那些不自量力的人比起来，小动物可爱多了。哼，那正好一网打尽。不愧是凌空市的守护者，正义的猎人小姐。我是真心的。难得看到植物，想多看几眼。那些都是模拟植物，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。植物很难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生长。N109 区的人也习惯了在没有植物的环境里生活。毕竟现在是春天，而且这些人算什么危险？报警了。老大，鲁姆将军约您明天见面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进老大的拳击场？哼，你傻了吗？猎兔700应该很适合他。薛毅，去弄一把枪。薛明，告诉那边，我只在今晚见面。你跟谁都是这样打招呼。这里的厨师生病了，只能随便吃一点了。过来选个沙拉酱。酸的，很开胃，下次叫人多买几罐。谁说我要给你吃了？动作太慢了。这个沙拉酱味道的确不错，推荐给你。跟，我也打算去露台，顺路而已。我没有限制你的人身自由，你随时可以出去。那你怎么还不去？你不是已经利用我达到目的了吗？剩下来的一天，你有什么打算？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还是要多利用一下身边的资源，比如，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我等你一起回去。利用我的时候，不需要有这么重的心理负担，我不介意被你利用，因为我也想利用你。猎兔700，想要跟上我的节奏，就需要顺手的武器。吃完的话，我们出发吧。你害怕吗？
祝我们互相利用愉快。秦先生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原来将军喜欢这么传统的交易方式。我相信眼见为实。这样一箱黄金的分量可不轻。我没想到秦先生只带了一个人过来。没关系，我这里有的是人，可以送两位离开。将军不先检查一下东西吗？不急，这是我专门为秦先生选的酒，两位可以尝尝。多谢将军的款待。应该的，毕竟这是给秦先生的饯行酒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还好吗？不止。有你在，我只需要一个计划。秦先生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柯先生的牌瘾还真大啊。可惜秦先生错过了最好的出牌时机，现在牌桌上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。去天台。那些都是累赘。现在投降，还能留你们全尸？柯维，你真令我失望，你竟然还没搞清楚，这到底是谁的牌局？敢吗？稍等。好了。哼，作为第一次体验高空坠落的人来说，你的表现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了。当一件商品供不应求时，很多购买者会转而想成为生产商品的人。我只是随机应变。哼，既然我的生意提前结束了，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，你说了算。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我只想谈个生意，
他们非要把蜜也送上。和你一起行动的话，不存在什么不得已。行动胜过言语，没有人应该单方面地跟上另一个人的节奏。不是突然，又不是只有你在拼图。还远远谈不上完整，但是已经足够让人有兴趣继续寻找更多的碎片了。